近视是全世界相当普遍的眼睛疾病，且每个地区都是在增加。近视有三项特点：发生的早、盛行率高、高度近视比率高。近视产生并发的几率会随着度数增加越多，机会越大。并发症包含白内障、青光眼、黄斑部病变、视网膜剥离，甚至导致失明。因此，了解近视并且知道如何预防以及治疗，是当前刻不容缓的议题。敬请锁定周日晚间8点国语一台以及无线3台8点30分的《天下综合谈》，近视有救吗？矫正方式比一比。